叽咕叽咕叽咕叽，要咕叽又来了。家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家里谁在父母吗？啊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家里谁？在玩。谁啊？现在他不能挖。你刚来，我是第一次，我是在挖什么啦？现在他不能挖。我想说，你说有人进来啊？不是还没呢。他想挖个梦想。嗯，他想拿个东西、啊，就是塞大洞里面。嗯，在拆玻璃，是要拆玻璃。我在拆。你要回来挖了吗？我在强化我们的防御。一雪，你要回来挖了吗？啊啊！你可以先挖，你先挖。脆脆的比较好。我要领个铁。哎、欸，我看后我们家后面有 ID。你，因为我已经拿了。家后面有 ID 要注意哦。好。我们才第一天而已。不，不能让他有梦想。超邪恶！上面吗？毁梦，毁梦！我搞不好跑去找你，你还说他超邪恶？这触感是，他已经打过来了。这是触感！哎呦，刚才你在射我，是看触感呀！捞河豚，哎，这感觉怪怪的，这应该不是剑士。触感不对呀！大家还得回去。两棵高的草是不是？打掉，不需要。不需要草，你怎么了啦？打草你也笑，咕叽你也笑，真的是。哎、欸，我们的铁柱那边又有人要来哦！铁块拿过去，铁块拿过去哦，小心啊！又你一个小心哦！他拿过来了，皮卡丘哦，揍他！十万伏特，快点，十万伏特！把铁偷走，他上铁头 A。那是我们自己的铁吧？对啊，你怎么是说霸凌人家？一群人都要围上来，他到你家偷东西，当然大家会围过去啊。我们关心我们的矿物啊。对啊，对啊，绝对不是关心你啊。怎么啦？这个人怎么啦？你怎么会这种想法？乖乖的。他不会关心，他很开心。可以正常一点吗？哎，哦，好。啊，你挖，你挖。好。我要直接堵门口了。啊、我们有人挖土吗？哦，没有，挖，只有影月在挖。蹲呢 ？OK， 我的蹲呢？你们要藏那个箱子吗？你不要讲出来啊！不要讲出来，它就可以了，就可以藏。真的假的？你讲出来就没得藏。讲出来有藏跟没藏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会懂啊，他是裸肉的。好了好了，他们占卜会通灵到，对，对，是没办法，通灵大师哎。他们是预言家，你们要小心。这身上还有书本啊？没，那个巧克力，巧克力身上有，巧克力身上有。好，有没有食物？你要做是不是？我直接做。晚上了，晚上了，晚上了，小心有鬼哦！好的，好的，好可怕，回去，好可怕。我要把家里掏空了，家里地板要掏空了。外面是不是打得很火热？那个大营出下面有很多个金啊。这里还有三个书柜可以用。我现在脑海都会另外一支歌哎 ，Baby， 书柜是嘟嘟嘟，父母应该买。什么 ？Baby 说，啊，下去干嘛？嘟嘟嘟，坏掉了，坏掉了，它坏掉了，坏掉，它又坏了，它又坏了。哎，意外不意外？你怎么啦？戳到笑点了。你的笑点在哪里呀？啊，停不下来。还没唱到 Let's Go， 下嘟嘟嘟嘟嘟。那怎么啦？你好开心啊！一些就好谢啦。你怎么同时也变了？哎，干什么？同时啊！你亲戚也太多了吧？一，对啊，你有矿工。家里有人要父母可以说我有很多的青金石，柜都被打走了。好啊！哎呦，打书柜干嘛？啊，书柜没了。阿纪，哎，有个隐形的，隐形的，加了个隐形。我偷完的，那个我偷完的，走到后面了。好哦。在影院那边，我偷到了一组啊。下面影院下面，他在上面，他在上面，他在上面。黄去了，黄去对面是红队嘛？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们把整栋建筑物掏空，然后下面也掏空。
可是这超花时间，在做啊。哦，你真的假的？那我去掏空屋顶哦。应该也不用屋顶，就是核心以下吧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有二只？家里又有人哦。啊、好，有一个，两个在掏，我先挖，我先挖。核心以下你要全掏吗？我先挖。有人来喽。好。干什么？这个红人不欢迎啊。先掏好了，他好像打我。他没有什么装啊。我来了。你来了。嗨嗨。嗨、欸，他死了。哎、欸，第二阶段，小心小心一下哦。好、oh. 嗯，好慢。看看，觉得家里还有人。哎、欸，哎呦，马上出发喽！马上挖一下嘛，对不对？马上就挖一下，就挖一下。哎，你怎么？哦、啊，我打不到啊啊！我黑了啊，黑了、啊！你怎么黑了？啊，爆了！哦、你要吗？你在楼，你在下面吗？我要灵体。干嘛？皮卡丘。对一下。能做贴符。你声音好小哦。抱歉。我觉得你要不要多做几个箱子来混淆室那个啊？混淆室厅吗、嗯？我觉得还不错、啊。对啊。开。哇！抽到大奖了，对面。哇！好厉害！太厉害了！一抽就大奖。这奖要怎么抽啊？我要去抽。我也要去。我要去败家。好哦。败家。抽奖是要用什么？绿宝石啊？钻？哎，黄金。黄金。我剩五十几个金耶，我要去抽奖。可以哦。抽起来。要跟谁抽？哎，有人来我们家喽。好，这里，这边。又是他。只想要书柜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他喷一堆荒物哎、欸！好冲过头，这个荒物不是我们的吧？是、按错了，不是。哎、欸，荒物荒地，他好像就是想来偷东西的样子，就是想来偷东西。所以才叫你做很多箱子。我在用了，他一过来，然后就开始搬箱子。对，慢慢翻，给他翻。绿宝石我先带在身上，那实在太危险了，放在箱子里。或是你要做个铁砖，放在副手也可以。我太了你抽到了单，怎么摔成这样啊？哦，你哦，我看懂了。你怎么摔成这样？你怎么摔成这样啊？叫谁叫我？谁叫我？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箱子，然后这边的箱子，复活这边箱子有人拿吗？拿绿宝石我拿走了。哦，好，你们原本有一组多黄金，再补一些绿宝石进去。哦，黄金我没有拿，有没有他拿走了，我把他带回来了，刚那个人掉一组，哦，那应该是他拿的，因为我刚刚有可以放一个。团你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啊？啊，我一翻就中哎、欸，我 是有运气有点好。哎、欸，后面有人，哎、欸，后面是没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发光一下喽。看到，没事，没有看到。哎呦，掉下来了，哪里啊？有吗？有，可以。哦、煎饼给谁？煎饼给谁？丢地板。我不，嗯，我拉我了。怎么掉到他们家？啊，他们家这个超好笑的。又给我干嘛啦？然后下面是一个大洞啊，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全部掉下去，也打不到。感觉有点是害自己人呐、啊，有点蠢蠢的感觉。超好笑的。家里门口，家里又一个，他挖出柜了。他、啊、好讨厌哦！他是不是把我掉下去了？啊，我们是不是跟刚刚对面一样了？想赌想赌，也掉下去了吗？啊、哦，一拳王三个黄金，哦，赌十七个。是、欸、啊，哎、欸，没有黄金，这个厨师前面有。海边，我只知道做个稿子而已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们的书柜现在是有少是不是？书柜还是被挖掉一些。我去换一下，后面有那个挑刺哎。有两本书，哎呦，南瓜派，杰瑞，这里，哎、欸，皮卡就过来了，皮卡丘，对啊，那个记得了吗？那个咪咪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皮卡丘，他死了，他死掉了，让我想到刚刚叫泱泱不理我，妹子，嘿，是，小雨，你没穿衣服啊，你变态，不用啦，怎么穿了？欸、要不要变态哇？要穿了可以做什么？要不要先买个
蛋糕啊。哦，我没有放几个啦，在外面。哦，聪明。我要移进去咯、那個、好。哎、我这边有人，铁这边有人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！皮卡丘了，皮卡丘了，皮卡丘了！那边黄金哦，黄金过去了，小心哦！皮卡丘很烦，一直过来。枪有屏障啊！后面有那个铁的，皮卡丘逃了。等下，来谁？来了！哇，你拿附魔钻戒啊？皮卡丘又回来了，从正门正门。啊！我的石头被吃掉了啊！那里他绕到后面，他绕到后面，绕到后面了。要水没事没事，里面我在酿啊，你在酿，一直 ghost 他很烦哎、欸、你，要换地方酿、啊，箱子里有翅膀哦，你交到我那个啊，你换到我们家屋顶好了啦，你塞很多，我觉得你太快了，走不到，逃了，哎呀以前呐、啊，我以前跑老累了，我喂了好几次他都那个逃掉、啊欸，哎呦喂，我身上怎么这么多新金石啊，谁家的啊，哦、我刚扔的。哦、我送你的。我先回去放黄金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呦哎呦！哦，你干嘛一直弄我脚下？插水啊！等等，箱子是哪一个？哎呦，都可以，让我挖一下。对，黄金一放进去就不见了。我拿铲子把它打爆了。借三个。他们有人一直在挖黄金绿宝石，哪一个啊？这个。感觉要去垄断一下。挖黄金，干什么？干什么啊？皮克，你那边有铁吗？有，两个人打，给、我三颗，会痛，自己来拿，随便喷在地上就行了。金石，那个会痛啊？哪个箱子啊？会痛，这里，嗨，这里有隐形药水，会痛啊？讲不听，待会过来找不到箱子的，请询问一下向导哦。够，OK 吗？我们谁干掉啊？我在努力附。谁叫我？怎么了？谁附魔？我没办附魔啊！啊，我们没有人附魔。附有啊，我等一下附防弹的。我等一下也可以帮忙附啊，因为我现在经验值蛮多的。啊，我没有经验值。中路再打起来了。嗯，好。不然你那他自己等下，如果你有换经验瓶给我吧。我不小心打到他了。我刚吃饭。我刚不想，我按右键没有点到左键，然后就啪就被打出来了。好哦，狙击。啊，你要干嘛？没有，因为外面有人。哦，没时间出去。快不行啊！快不行啊！你在干嘛？他怕了，他怕了。在蹲经验。没有，我没见。父母搞搞。好，家里箱子找一下，有很多红石。皮卡丘，皮卡丘在后吗？你给我先打，我不先打洋洋。好了，他下去了。打下去慢慢打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还没打爆他们。到啊！晚上了，晚上了，晚上了。刺客联盟出动哦。刺客联盟，救救我哎！做事喽，做事喽，天黑喽。哎，洋洋，你要随时换位置哦。吓死我了！好，你是怎样被要常常换位置哦？因为我刚好在看背包，然后那个听到那个繁星走过来，肚子要饿死，地上咚咚。妹子又来喽，换位置哦。他是要。对啊，你要来了，他走正门来了。你要时常更改密码。他又在挖，他又在挖。哎呦，爱挖，密码要换。对，对面会偷看。哎呦，敲走了，会知道东西在。哎呦，干嘛？哎呦，恐怖哎，在赎罪。躲起来偷吃东西。家里怎么这么暗啊？那个还挖？那个对啊，那个就是要挖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完全追不到，他超飘。他也很无助啊，他也想做其他事。哎，有没有要去对面的？在对面啦，那个标题好。我抽奖抽到个朱雀神盔耶！哎，是不是有人打我？嗯哼，对。哎，我先塞在家里好了，太危险了。塞在家里。塞。你要三十。你先塞在家里是不是？那可以，你没看到我们偷来了吗？三组半。挖起来！哇！有可以喷点金给你啊，有点到了。你是不是没拿金镐这个速度？我拿金镐。你应该效率没有那个吧？对不对？我有效率啊，你小心哦。我来。我还没办法。有人。等下帮你们附，等下帮你们附。好。疼是不是？把铁放到家里面。是要效率铁镐可以吗？
我要效率铁稿，我要效率金稿。你要金稿吧？对啊，我想吃效率金稿，用金稿啊！隐形剩下30秒，加油！加油！那还没打到，我的妈呀！那我先戴在头上好了。太深入，太深入！哦，有隐形，有隐形，往我们家走，还拿着斧头。有看到？他是狼人，我叫超黑的，根本看不到。他是狼，他是狼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！抓到了，抓到了，就是他。玩错游戏了，去哪里了？在哪里？狼人往我们家走了。哎呦，一箭穿心！哇，经验给好少。雨月，你知道手加吗？我要手加，你要手吗？这个给你带，这个给你带，后面那个金的。你对着一。